大家好，欢迎收看圣经考古资料库，我是庄正成。这一集的节目我们来讲约拿书。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基督徒，都有许多人相信约拿书所记载的是史实。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有许多基督徒喜欢阅读约拿书，因为约拿书带给基督徒死而复活的盼望，这对当时候的基督徒来说是很大的安慰。所以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常常把约拿书的故事画在墙壁上面，或者是墓碑上面，以及其他的器物上面，来表示他们有一天也要从坟墓里面出来，如同约拿从鱼腹里面出来一样。大家看这张照片，这是一个在公元1981年所发现的公元70年代的基督徒的纳骨罐，因为它上面有一幅图画，看起来像是一条鱼吞食了一个人，因此这个纳骨罐也被称为约拿纳骨罐。可见得在那个时候，有许多人都相信约拿书当中的故事。这个约拿书当中的故事写的是先知约拿一个奇特的经历，概要的来说，就是先知约拿为了逃避神给他的使命，在他逃避的路上，在地中海当中突然遇见了大风浪，然后约拿被丢到海里面，忽然之间风浪停止了，后来有一条大鱼把约拿吞到肚子里面，约拿竟然在鱼的肚子里面住了三天三夜，后来大鱼游到岸边把约拿一吐，又吐回了岸上，然后约拿带领着整个尼尼微城的人信了主。之后约拿又遇见一棵一天长成一天枯死的树，由于这个故事太精彩了，因此约拿书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因为约拿书当中高潮迭起，富有戏剧性的描述，使得有许多的神学家甚至有许多的基督徒都不把约拿书当作是真实的故事来解读。到底约拿书所记的是不是真人真事，还是约拿书只是一大堆想象所虚构出来的预言故事罢了？本集的圣经考古资料库就要为您探索这个约拿书所引发的问题。由于约拿的故事所牵涉到太多神奇的内容，因此约拿书的记载经常被怀疑论者所批评，而这些被批评的神迹包括了第一章第四到第十六节所提到的一个地中海的风暴，第一章第十七节所提到的一只巨大的鱼，在约拿被船上的船员抛进了大海以后，神就安排这只大鱼吞下了约拿，在第一章第十七节所提到的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在第二章第十节所提到的这条大鱼按照神的命令将约拿吐在旱地上，在第四章第六节所提到的有一颗蓖麻，这是由神安排快速的生长，而这颗蓖麻的影子遮盖了约拿的头，在第四章第七节所提到的虫子，这是由神所安排的，这只虫子咬了蓖麻以至于蓖麻枯槁，在第四章第八节所提到的一阵炎热的风，这是由神所安排的，曝晒约拿，使得约拿感到不适。因为这种种的神迹，使得这些怀疑论者们有一个结论，那就是约拿书不是历史，而只是一个预言而已。其中最不容易令人信服的，就是鲸鱼怎么可能把整个约拿吞下去？因为在英文圣经的马太福音当中，把吞约拿的鱼翻译成为了鲸鱼。事实上，根据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一般的鲸鱼是有牙齿的，而且它们的喉咙很小，小到一个地步，连一颗橘子它们都吞不下去。这样的证据怎么能够让人相信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呢？所以从人的理性的角度去批判的话，难怪会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约拿书是史实。
除了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的这个可能性之外，这些怀疑论者们认为约拿书当中还有许多的细节，包括毕马一夜就发生了，还有尼尼微的大复兴等等的这些事件的发生，经过人理性分析所得到的结果，都使得许多人不相信约拿书所记载的是史实。说到约拿，先知约拿跟先知拿鸿都是北国以色列人，他们都来自拿撒勒的附近，他们两个人都是去同一个地方，也就是亚述。大家来看这张地图，这里整个区域都是沙漠，也就是阿拉伯沙漠。中东的肥沃的地带是分布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肥沃月湾。阿拉伯沙漠当中肥沃的地带除了肥沃月湾以外，也包括了埃及的尼罗河附近以及巴勒斯坦的约旦河附近。巴勒斯坦是大海跟沙漠之间一条狭长的土地，也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流奶与蜜之地。这块小小的流奶与蜜的迦南地承受了来自东西双方的威胁，也就是埃及跟米索不达米亚这个威胁。他们双方在这一块小小的土地之上争夺权力，两边都不断地想尽各种的方法来征服对方。埃及想要征服美索不达米亚，美索不达米亚想要征服埃及，想要吞灭对方，双方都得经过这个十字路口迦南地。在远古的时期，美索不达米亚代表的势力是亚述，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当时的亚述首都是在尼尼微，亚述是在公元前1354年建国的，后来经过不断的拓展疆土，一共延续了有750年之久。亚述征服埃及的时候，是从北边经过了以色列迦南地而来到埃及。虽然亚述是在以色列的东边，埃及是在以色列的西边，其实这条以色列的走廊是南北走向，因此以色列百姓所面对的威胁都是来自南北双方。面对的南北双方的威胁，以色列百姓在夹缝当中求生存。在圣经的历史记载当中，约拿是第一个去挑战亚述的以色列先知，拿鸿则是最后一个挑战亚述的先知。约拿是在公元前770年的人物，另外一个拿鸿是公元前620年的人物，两个人相隔了大概有150年。亚述帝国强盛的期间，甚至征服了埃及，最远到达了提比斯城。期间亚述也出了几位很有名的人物。亚述扩张版图的方式十分的残暴，亚述人发明一种非常残暴的做法，就是在地上竖起箭木桩，然后他们把敌人用箭木桩刺穿他们的肚腹，他们刺穿了成千上万的俘虏，所以这根本是用恐惧在统治当时的人民，所以当时候的人都很害怕亚述人，因为亚述是一个非常血腥的国家。讲到了尼尼微城，先知拿鸿在拿鸿书第三章第一节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是总不止息。这证明了亚述真的是杀人不眨眼，手段非常的残暴血腥。所以只要亚述觊觎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的人民就会吓得半死，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后来尼尼微城在公元前612年被新巴比伦王国以及米底亚王国所毁，五年以后，也就是公元607年，整个亚述帝国灭亡。我简单的说完了亚述的历史，现在我们再来说约拿先知。约拿是出生在拿撒勒附近，在拿撒勒的眼中，约拿就是一个英雄。约拿做先知是在耶罗波安二世做王以前，后来耶罗波安二世
按照先知约拿的预言，收回了一些失去的城池，但是亚述帝国的强悍仍然造成了北国以色列的威胁。因此，当先知约拿接到耶和华的命令，要他到尼尼微城去传警告，约拿对神的作为相当的清楚，但是约拿抗命，想要逃往他斯。在约拿书第一章当中，约拿想要乘船逃往他斯，但是神使得大海翻腾起来。在第二章里面，神则打发大鱼把约拿吞了进去。我们在前面提到，鲸鱼是有牙齿的，它的躯体虽然很大，但是喉咙却不能吞下一颗橘子那么大的东西，所以怎么可能把约拿整个人吞下肚去？而且在约拿还没有被吞进去，早已经被撕碎了，所以这令很多研读圣经的人感到无法理解这段经文。事实上，圣经从来没有说吞下约拿的大鱼是鲸鱼。旧约全书当中所使用的希伯来语字面的意思是说大鱼，而新约圣经当中所使用的希腊语意思是海洋生物。所以无论是在新约或者是旧约的有关记载当中，根据原文只是说吞下约拿的是大鱼或者是海中的庞然大物，圣经实际上并没有指定什么样的海洋动物吞下了约拿。而有人就认为大鱼可能是抹香鲸，也有人认为大鱼可能是大白鲨。而抹香鲸跟大白鲨都是在地中海出没的海洋生物，而且它们都是可以吞下一整个人的海洋生物。在第三章当中，我们看到了约拿顺服了神，约拿走了一天的路程宣告神的话。约拿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结果就是将近有100万的人从上到下全部悔改信了神，神因此而后悔，不把这灾祸降在尼尼微的人身上。对尼尼微来说，约拿是一个外国人，约拿不是在自己的本国宣扬这个预言的，而是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约拿说了，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全城的人就都悔改归向了神。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人类的悔改。神只是向他说，你要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就按照神所公布的。你真的能够相信约拿真的能够在一夜之间使得将近100万的尼尼微城里面的居民都悔改了吗？这真的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有一种说法是说，由于鱼的消化液当中起了酸的作用，将约拿的皮肤漂成白色。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当时候来到尼尼微城的很可能是一个皮肤、头发跟衣服都被漂白的约拿。而这个皮肤、头发跟衣服都被漂白的约拿，必然会引起当时候尼尼微城的轰动，并且使得约拿获得了觐见国王的机会。而国王一听到约拿的消息是关于自己即将到临来的厄运，国王就有权宣告全城要进行禁食以及悔改。根据圣经的记载，这可能是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如果约拿被大鱼吐在旱地上面，紧接而来的尼尼微的悔改，这也是合乎逻辑发展的。在第四章当中，在尼尼微悔改以后，约拿大大的不悦。当约拿大大不悦的时候，神安排了一棵蓖麻，使得蓖麻生长高过约拿。实际上，蓖麻在中东是一种类似棕树的植物，它的特点是生长得非常的快，通常只需要一个礼拜就可以长得很高了，
在中东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植物。尽管这种说法证明了蓖麻的影子确实是可以遮盖约拿的头的，但是事实上没有一棵蓖麻树能够在一夜之间忽然长得这么高。你或许觉得这不可思议，但是想想看，蓖麻一夜之间长大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水可以变成酒也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而五个饼两条鱼可以使5000个人吃饱也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在这个三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当中，神没有做出一件违反自然的事，只是把自然界里面一切所发生的过程缩短到转瞬之间。神把水变成了酒，叫5饼2鱼叫5000人吃饱。神也可以为着教育约拿的缘故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也就是神把蓖麻的生长的过程浓缩了。因为只有神能够把时间浓缩到转瞬之间，而在转瞬之间我们看见完成这些神迹的其实就是创造宇宙的那个主宰。所以当我们读过约拿书当中这一切的故事以后，我们就会发现神用一连串的神迹来教育约拿，这就是约拿书会令人惊奇的原因。但是如果用理性的角度来衡量的话，那么约拿书自然会有许多的问题，因为在约拿书当中神拣选了一些让我们吃惊的事物成为神迹的主角。实际上这是神的本意，表明了基督徒也要经过许多的神迹。但是有许多人不明就里，光从表面来读这些神迹，自然会通不过人理性的思考。我们前面提到，有许多的圣经学者都说约拿的故事并不是史实，当中有些学者说约拿书只是一个预言，圣经用这个预言是用来提醒以色列要向全世界传播福音。约拿不应该逃避这个宣教的任务，约拿的故事是在提醒以色列要汲取这个教训。换句话说，犹太人只顾自己不去侍奉各国，所以这个故事是要提醒犹太人不要忘记自己的任务。这些学者说约拿被吞进鱼的肚子是在比喻以色列被掳，被外邦吞吃，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特点我们就可以看出约拿书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第一，约拿书的风格以及圣经当中的历史书是一模一样的，约拿书的用字、风格、文法跟列王记是一模一样的。第二，约拿书所描述的地点跟人物都是真实的，列王记当中也提到了约拿这个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约拿是耶罗伯安2世时代的人，他的父亲叫做亚米泰，圣经当中的历史书确实记载了约拿这个人。当我们思考人有没有可能被大鱼或者是鲸鱼吞到肚子里面的时候，其实还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在鱼的肚子里面的约拿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呢？深受华人基督徒尊重的英国牧师大卫鲍森认为，鲸鱼所叼起的约拿是约拿的尸体。大卫鲍森牧师说，如果你仔细的阅读约拿书2章，你会发现约拿早已经溺毙了。约拿书说船上的人把约拿扔进海中的时候，约拿沉到了地中海的海底，约拿沉下去头被海草缠绕。一般来说人在水里面只要1分半钟就会溺死，沉到海底至少也要1分半钟。大卫鲍森牧师说，他以前总以为那条鲸鱼是张口浮在水面上的，然后船上的人把约拿扔到海里面，刚好扔进了那条鲸鱼的嘴巴里面。但是后来大卫鲍森牧师明白了，原来约拿沉到海底的时候已经死了，
而那条金鱼叼起的是约拿的尸体。因为约拿在祷告当中是这样讲的，约拿说，我在阴间，我在深坑中，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约拿在溺死以前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大水环绕我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根据这些证据显示出约拿并不是从鱼腹当中生还的，而是从鱼腹当中死里复活的。金鱼把它吐出来的时候，神重新连接了约拿的身心灵，使得约拿死而复生。大卫包森牧师的说法认定约拿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件神迹，事实也告诉我们，耶稣自己也印证了约拿书的真实性，因为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八到第四十一节当中就记载了，当时有一些经学家跟法利赛人对耶稣说，老师，我想请你显个神迹看看。但耶稣说，邪恶和淫乱的世代寻求神迹，除了约拿先知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了。约拿怎样三天三夜在大鱼的腹中，人子也要照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和这世代一同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你们看，这里有一位是比约拿更大的。耶稣说到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腹中，这个是个神迹。耶稣也说到当时尼尼微城的人听到了约拿的道理而悔改，这也是个神迹。耶稣不可能用一个法利赛人跟经学家不认同的事情来回答他们。这也就是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腹中是一个事实。历代以来，约拿的事迹都被看为是真实的事件。上帝的作为是神迹，上帝可以创造宇宙万物，也可以掌控天上的风、海里的鱼、地上的人心，以及约拿死里复活的神迹。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节以后，耶稣说，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这句话说出约拿是旧约的一个先知，但是耶稣告诉那些懂得旧约的人说，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因为耶稣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里耶稣提到一个比约拿更大的神迹，那就是我们的主在地里三日三夜以后，他复活了。死里复活是今天所有问题的答案。这个事实不但回答了一切不信的人的问题，这个神迹也解决了所有相信的人的疑惑。先知约拿处在亚述帝国血腥压迫以色列民悖逆的时代，我们现在也和约拿一样，正处于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弯曲悖逆邪恶的世代当中，只有一个拯救，那就是耶稣为了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死了，然后从死里复活。因为约拿书是这样一本充满惊奇的神迹的书，神就允许这本书存在许多人看起来不能解释的现象。所有人无法相信它是史实，但是这正是耶稣所要启示我们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吞下约拿的是抹香鲸或者是大白鲨吗？你接受大卫鲍森牧师的说法，约拿死了三天三夜，鲸鱼叼起的是他的尸体吗？你相信皮肤、头发跟衣服都被漂白的约拿，真的能够在一夜之间使得将近100万人的尼尼微城里面的居民都悔改吗？你相信蓖麻一夜之间长大，然后被一颗虫子咬死以至于枯槁吗？你也许能够接受这些解释，或者你不能接受这些解释，那都不要紧。如果你相信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然后从死里复活的话，那么你就会相信
约拿书所记载的确实就是历史的事实，而不是预言。这就是本集圣经考古资料库为您所介绍的约拿书。